到的频道。那这个主题我会分享一些我近期比较喜欢佩戴的饰品，主要以耳环为主。个人对于饰品的选择是比较两极分化的，我要么就会买非常便宜的，就是只为了搭配衣服而买的饰品，要么就是会选择比较贵一点，偏奢侈品牌一点的那样子的饰品。那这个饰品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主要以平价的饰品为主，基本上都在百元以内，或者还有20块左右的非常非常便宜的饰品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首先呢，先感谢品牌方送的礼物，来自 The Peach Box， 他让我挑了3件首饰，我挑了一个手表、一个手镯和一个项链。手表呢，来自 Mark Bell， 这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品牌，属于比较平价轻奢的品牌。它的包装呢非常低调简约，是非常简洁的一个纯黑色的设计。饰品的款式和颜色都是我自己挑选的，我选了这样子非常清爽的一个银色的搭配。大家不用担心银色的表带会显得非常的老派，这一款呢非常的简约干净时髦，很适合都市的一个搭配风格。然后我还挑选了一款非常百搭的一粒钻的设计，它是这种玫瑰金的链子，然后配上了一粒小钻。这一款看上去非常的温柔婉约，但其实它的背面就像一个螺丝帽一样，所以它的设计是非常有工业风格的。它的链条不是非常纯正的玫瑰金，而是一种偏向铜金色的，加上它的设计又有一点点的工业风，它这个旁边的金属的弧度都是比较锋利的。我觉得这一条在单钻的项链里面是非常有设计感而且非常独特的。然后非常感谢官方给的一个粉丝福利，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，不管你在美网还是在中网上购买都可以打85折的一个优惠，持续到6月份结束。然后所有的相关购买信息呢，我都会放在 info box 或者是评论和简介里面。那今天推的2家淘宝店铺都是我自己购买的，都属于那种一张照片上面会有十几副耳环，然后可能你买走一副那就是唯一的一副了，所以呢它撞款的几率会比较小，不太容易变成爆款，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。这饰品呢是我近期发现我最喜欢的一家淘宝店铺，他家的饰品均价都在20块左右，品质你要去挑很多都是非常好的。像我现在戴的这个品质非常好，它就是这种铜的拉丝的工业建筑风的设计感，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副。今年呢，比起那种简约时髦的性冷淡金属风格，我更加偏爱这种搭配性难度会高很多，但是很有色彩、比较艺术感的一种耳饰的风格。不管是这个片片还是这个珠子的质量都非常好，这个我真的是买来非常的开心。像我之前在视频里面戴过的这一款就是他们家买的，但这个绿色其实是我觉得拿到手质感最差的一款，所以说我不是很推荐这一款，但是我觉得在镜头上的确是还蛮漂亮的，所以这种真的就是你搭配衣服就好了的。他们家还有很多这种欧式宫廷风的设计，这种我买来就是相当于一个backup， 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场合适合带这个出去，但我觉得它跟我今天的衣服还挺配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要提一下这家店铺的店主，好像前段时间在出清他们店铺的饰品，然后说要给店铺做一个转型，我不知道转型之后他们家饰品还是不是会做那么多的孤品，所以呢如果喜欢他们家店铺的饰品其实你可以关注看看，真的这家是属于我一买就停不下来的。
我现在戴的这家的饰品呢，它其实跟上一家的风格是比较类似的，但是这一家好像没有质量问题，你是不能退货的，所以买之前要非常的小心。而且他们家买到那种质量很差的饰品的几率会比上一家要更高。这个是我在他们家买到最最最最喜欢的衣服，简直了，就是青花瓷本人用的。像这幅呢，它看上去是有一种美式的摩登感，然后链条的设计也比较时髦。这种款式应该是算爆款了吧，很多人都有。这款看上去似乎是挺好看的，但轻飘飘的质感真的没有很好，所以说如果想买这一副的话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这家呢是 Simple 家的饰品，他们家饰品就会比之前两家稍微贵价一点，差不多饰品的均价在60-70左右。虽然说 Simple 的饰品呢都是 Simple 家的老板送我的礼物，但是呢不违心的说，他们家的饰品是真的很好看，而且质量也很好。这款非常好看，我觉得戴上就是小仙女本人。它是这种贝壳加上彩色玻璃球的设计，款式都非常的有仙气。他们家的款式你基本上可以闭着眼睛选，都是很好看的。这家五星推荐，五星好评，我觉得真的很好看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多多给我鼓励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